然这个茶呢它就是蘸个枣子，枣呢它赢得市场，我们这里是茶树最适宜生长之一的地方，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热条件也很好，气温稍微回暖一点呢，它的茶叶就冒出来了。杀青大概就是150度左右，杀完青了，然后就是挥锅，挥锅的话就是80度，慢慢的就把它挥成型。你要根据那个火温，那个茶叶刚开始放进的时候要一直翻，然后到一定的程度了，你就慢慢的要给它压，给它磨，给它有那个颜色，还有那个光滑度，然后口感也出来了。